戴夫人，您这是在糟蹋自己啊！天气这么好，厨师和佣人都出去采草莓了，连小猫都知道出去捉小鸟。可是，您就像把自己关在一个修道院里似的，真的，您已经有一年没有离开这屋子了。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屋子了。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。他埋在坟墓里，我埋在这四堵墙里，我们俩都死了。你又来了，听起来多可怕。尼克莱·米哈洛维奇是死了，那是上帝的意志。人总不能哭一辈子的。几年前我老伴死了，我也悲伤，我哭了一个月也就完了。说实话，您这样为您丈夫悲伤也不值啊。您忘了邻居们，您不去拜客，也不接待客人，这外面这样的热闹，每星期五都有舞会，那军乐奏着，军官们跳着舞。可是您呢，我亲爱的夫人，您虽然年轻漂亮，但是要是不打起精神来，不出十年，一切都完了。我劝您出去走走，去会会那些军官们，现在还不晚。不要再说这些了。你知道，自从尼克莱·米哈诺维奇死后，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。我只是看起来还活着而已。他的在天之灵会看得见我是多么爱他，本来也瞒不过你。你知道他从前是多么的对不起我，他个性凶暴，而且不忠实。但是我要对他的亡灵忠实，向他证明我还在爱着他。您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？不如出去到花园走走，或者叫人备马车去看看邻居们。我不见客。是夫人。尼克莱，你看见吗？我不爱又能原谅你，你不惭愧吗？我始终是你忠实的妻子，而你呢？你和我吵架，几个星期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自己出去乱搞，你！夫人，有人要见您，一定要见您。你告诉他，我自从丈夫死后，我不见任何人。我说了，但他不听，他说有要紧事。我不见。我告诉他了，可是他是个野人，这诅咒发誓的冲了进来，现在已经在餐厅里了。这个冒失鬼，让他进来吧。这种人叫我干什么呢？
只好进修道院去了。进修道院去。笨蛋！你吵什么吵？你是头驴？哦，夫人，请容许我自我介绍，我是退休炮兵中尉史密尔洛夫。今天我来打扰您，是因为有一件十分急迫的事。你要什么？我有幸认识您已故的先生，我至今手中还有他1200卢布的欠条，因为我明天必须付银行的利息，所以我请求您夫人今天就还钱给我。1200？我丈夫是怎么欠你的呢？他一直在向我购买燕麦，这是欠据。卢卡，别忘了给马喂燕麦。如果尼克莱欠你钱，我当然该还。不过，很抱歉，我今天没有钱，而我的经理要明天才会回来，我会叫他把钱还你。况且，今天是我丈夫去世整整7个月的日子，我实在没有心情谈钱的事情。没有心情？我明天要是不付银行的利息，我的心情就跟上吊一样了，他们会没收我的地产。后天你就会收到钱了。我后天不需要钱，我今天要钱。很抱歉，我今天没钱。可是我等不到后天。但是我今天没钱怎么办呢？那你今天是不付钱呢？我是不能付。绝对不能吗？绝对不能。谢谢。他们还希望我能够忍受这一切，我怎么能忍受？我需要钱，火烧到眉毛上了。昨天大清早我就离开家去找那些欠债的人，哪怕有一个人还我钱也好。今早我好不容易赶到这儿，整整70里地啊，想要一点钱回来。你能还我的就是你的心情，真是气死人了。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的经理明天回来，你就可以拿到钱了。我不是来找你的经理的，我是来找你。鬼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管你什么经理。先生，我的确不习惯你的这种语气和态度，我不能再听下去了。要我怎么说呢？心情，丈夫都死了7个月了，还什么心情？我问你，我明天要不要付银行的利息？我现在要怎么办？
找这个不在，找那个又躲起来了，要不然就是跟我装病。而这个女人又在闹什么心情？他妈的，一个都不付钱，这都是我把他们给惯坏了。我只晓得他发牢骚，我心肠太软了，等着瞧吧。我现在再不让你们耍什么手段了，你们去见鬼吧。我今天就要坐在这儿非拿到钱不可。哎呀，真是太气死人了，我气得浑身每一根筋都在打颤，气都喘不过来了，我要发病了，天差的。先生，您要什么？给我倒杯水来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他手头没钱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都刀架到喉咙上了，非要钱不可，不然就只好上吊了。可是他没有谈论钱的心情，就不付钱，这种女人的逻辑。所以我不爱跟女人说话，宁愿坐在那炸药箱上，也别跟女人说话。我真是气得浑身发冷，这种浪漫娘们儿，我只要远远的看一眼，就会气得我抽筋。夫人不舒服，今天不见客了。去你的！不舒服，不见客。好吧，我今天不拿到钱，我就不走。你不舒服一个星期，哼，我就等一个星期。你不舒服一年，我就等一年。唉，老天明白，我非要到钱不可。哼，你休想用你的伤心来迷惑我，或者是用你那酒窝来迷惑我。神们，把马鞍给卸了，我们要待一会儿，我要留在那儿，啊，叫他们给马喂点燕麦。太难过了，又热又没钱，昨晚又没睡好，现在又碰到这个娘们儿在扶伤，嘿，还心情不好，啊，我头疼。也许我该喝点酒了，对，该喝点酒了。听差的，您还要什么？给我来点酒。哎呦，真是整齐，哎，没洗脸，没刮胡子，没梳头，哼，这副打扮到人家家里面是太没有礼貌了。这位太太大概把我当成强盗了。嗯，不过
又有什么？我又不是来拜客的，我是来讨债的。讨债该没有服装的要求的。先生，您太随便了。你在对谁说话？你在说什么？闭上你的嘴！糟透了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不走。老天哪，我真是气坏了，我要发病了，天差。先生，啊，我独居已久，已经不习惯吵杂，更受不了大呼大叫。我请求你停止扰乱我的宁静。你付钱，我马上就走。我已经清楚地告诉过您，我手头无钱，等到后天就还。我也很荣幸地告诉过您，我今天要钱，不是后天。你今天不付钱，我明天就要上吊。但是我今天没钱，怎么办呢？那你是不付了？我是没法付。好，那我就做到拿到钱为止。你后天付钱吗？好极了，我就等到后天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明天到底要不要付利息？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？先生，我请求你不要走，这里不是马房。哎，我不是在谈马房，我是在问你，我明天要不要付利息？你简直不懂得如何对待上流社会的女士们。我懂。不，你不懂，你是个没有教养的人。上流人不会这样对妇女说话的。好了不起呀，你要我怎样讲话？难道用法语吗？ Madame, je vous prie。 你看这天气多美好啊，您这一生丧服多合身啊。一点也不好笑，我觉得低级。一点也不好笑，低级。我不懂得怎样对待妇女。夫人，我这一生中见过的女人比你见过的麻雀还要多。我为女人决斗过三次，我抛弃过12个女人，也被9个女人抛弃过。才9个吗？我曾经做过傻瓜，满嘴的甜言蜜语，我在那月光下叹息，在热情中融化。我花掉了我一半的家产，我尝遍了爱情的滋味，再也不会让人牵着鼻子转了。什么深情的眼睛，红珊瑚的嘴唇，漂亮的酒窝，对这一切我一个子儿也不给。所有的女人都是些骄傲、虚伪、欺骗诚信、冷酷、丑恶、不可理喻的家伙。所以，请容许我的坦白：一个麻雀的价值都超过10个女人。女人看起来好像是千娇
百媚。不过深入到灵魂里，不过是条鳄鱼。遭报纸，这鳄鱼还自以为是上帝的杰作。要说女人有什么值得爱的地方，我不如叫魔鬼把我倒吊起来。夫人，您不信，身为女人当然知道女人的天性，请你以你的名誉担保，你这一生中见过一个真正忠实的女人没有？哼，绝对没有。找一个头上长角的猫也比找一个忠诚的女人来得容易。请容许我问一句，在爱情上究竟是谁忠实？是男人吗？当然是男人啊。男人？哼，男人对爱情忠实，这倒是件新闻了。你这个抛弃过12个女人的男人，怎么说得出口？我可以说，我见过的所有男人当中，我的丈夫是最好的了。我爱他，爱到五体投地。我献给了他我的青春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幸福，我的财富，我的一切。可是结果怎么样？这个最好的男人从头到尾背叛了我。在他死后，我看见他的佛祖，算了，其他女人的情书。他活着时常常丢下我一个人几个月出去寻欢作乐，他花光了我的钱，戏弄了我的感情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信任他，对他忠实，甚至在他死后我仍然对他忠实。我把我自己埋在这四堵墙里，我要扶桑到死为止。你把我当小孩子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穿着一身黑把自己关在这四面墙里？好浪漫啊！不过是想勾引几个经过你城堡的骑士，是不是这样？什么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既然把自己关在这四面墙里，为什么忘不了浦口红？你胆敢如此说话！请不要对我尖叫，我不是你的经理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我又不是个女人，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。请不要大喊大叫。我没叫，你才在叫。我请求你离开。你给钱我就走。我不给钱。你不给钱吗？不管你今天做什么，你一个钱都拿不到，走开。我又不是你的丈夫，又不是你的情人，请不要装模作样。
受不了了。你要坐下吗？我已经坐下了。请你离开我的屋子。请给钱。我不愿意跟厚脸皮的人说话。卢卡，带这位先生出去。卢卡，卢卡，卢卡，走到哪儿去了？带这位先生出去。先生，请您出去，您就出去呀、啊。您还要什么？你在对谁说话？我要把你剁成肉酱！这怎么用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气了。大夏在哪里？哇呀，大夏！他们都出去了，我发病了。走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客气点行不行？你蛮不讲理，你是个野人，是个混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野人，是混蛋。你凭什么侮辱我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怕你吗？你以为你是个浪漫娘们儿？你就可以侮辱我，还不受惩罚吗？我向你挑战！人世的上帝，给我水！我要求决斗！你以为你拳头大，脖子粗，我就怕你了？我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我。就算是女人，就算是弱者，也不例外。野人，野人，野人！那种迷信认为只有男人才能决斗，已经过时了。闪门，把我的枪送进来。裴老爷，枪没有带来啊！你这个混蛋！你要决斗吗？很好，立即决斗。好，立即决斗。我先生有枪，我去拿。见你的鬼，能够用子弹射穿你那不讲理的头，真是太舒服了。你会遭天打雷劈的。我要打死他。我可不是个婆婆妈妈的人，我也不会怜香惜玉。先生，可怜可怜我这老人吧，你已经把我吓了要死，现在你又要决斗？决斗，这是最公平的解决办法，这样就男女平等了。按照原则，我要打死他。哎，他生气了，他眼睛冒火了，他居然接受了我的挑战。这真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？真的是个女人，她呢？你可以看她眼睛冒火了。他又做事那么干脆，性情又泼辣。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的女人。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强人。我已经不生气了。我也
那笔钱。可是，问题是，现在闹得要决斗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斯米尔洛夫，你真是个冒死鬼呀、啊！先生，求您走吧。手枪在这里。不过，在决斗以前，我想请你教我怎么使用枪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摸过枪。不可以，夫人，那是大祸临头了。我赶快去把花匠找来。决定
因为我一走，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。决定吧，告诉我，我是个高贵、受人尊敬的人，我有1万卢布的收入，我可以射中扔在天上的银币，我有好马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什么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要开枪了！我的老弟简直都糊涂了。金钱人，拿水来！我怎么会像个年轻人一样掉进情网里了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就像我从来没有爱过一样。我抛弃过12个女人，也被9个女人抛弃过。可是我对他们任何一个女人的爱，都比不上我对你的爱。我失魂了，我被你征服了，我像个傻瓜跪在你脚前向你求婚，我太丢脸了。我5年来都没有爱过，现在却成了你的俘虏，你能答应嫁给我吗？Yeah.
谭君鸿。Thank you.